おいしくなれなれ、萌えキューン。ホムラ、お前まさかあれを。おいしくなれなれ、萌えキュン。やっちゃったよ。ちょっと違うも、花をしっかりと真似るも。はい、コーチ。ホムラ、そっちへ行っちゃダメだ。 Hello, 我是 Sky, 欢迎来到我频道。随着七月底的 Switch 冷门大作《异度神剑三》的到来，越来越多人都趁着游戏发售之前体验一波前作或是前前作，看看游戏到底在玩什么。而且我在玩《异度》之前啊，就想过这一款游戏销量应该是蛮不错的，毕竟它主要的平台是 Switch， 现在是全球接近 1.1 亿人有这一台主机哦。猛然一看，哎呦，一代重置是152万，二代则是217万。这游戏的话题我觉得算是非常高耶。所以前几天直播啊，我就问大家，异度神剑这一款游戏啊，为什么销量没有这么高？有人说是价钱问题，也有人说是战斗问题，也有人说是地图问题啊。所以也因为销量跟话题啊，整个大反比也变成我玩这一款游戏的重点之一。因为除了这一点以外，异度二啊这一款游戏真的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游戏，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很难的游戏，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很休闲的游戏。不过讲到游戏的好玩之处，我觉得开发团队跟游戏的由来要先知道，这样对往后要出的游戏会有不陌生的看法跟想法。你会很直观的想到说，哦，原来是这一家啊。这就跟最近很红的《艾尔登法环》一样嘛，音乐一下，人物一出，死字看到，马上想到宫崎英高。我就想说啊，既然要介绍，那就介绍完整一点，大家也会比较清楚。《异度神剑》的团队啊是 Morality Soft 的，游戏总监啊是高桥哲哉，他善用的是人类 DNA、机甲、人工实验、高度智能 AI、未来科技、异色风格、宗教理念来把整个游戏完成。不过《异度神剑》的异色风格啊这部分没有很大，这也是我觉得有点可惜的地方啦。我比较喜欢灰暗一点，这感触啊会比其他游戏还要来得深。那么当年啊，他在史克威尔这家公司啊，曾经开发《异域》系列，受上层看好。但因为那时候啊，公司把所有资源都放在《最终幻想》身上，史克威尔啊，那时候很多很厉害的游戏都遭到了埋没。高桥哲哉的《异域》系列啊，也是其中之一。做到一半啊，被大家喊神作，后面开始缩减经费的之一。团队那时候啊，就换了几家公司，最后终于换到可以让他们放手一搏创作的公司任天堂，这才让《异度神剑》系列啊，从 Win 上。就受到好评。不过虽然啊，异度系列有打出小幅的名气，高桥还是有跟以前在史克威尔的后辈野村哲也合作。游戏的反派组织伊拉就是出自他之手，就连声优也是相当的耳熟。何があろうと君を守る、それだけだ。那么我们要聊《异度神剑2》这一款游戏啊，一定要先知道它的世界观是怎么样形成的，要不然你一定会不太懂啊，这个世界到底在干嘛。不过讲之前啊，先跟大家讲一下，虽然一二代啊对《异度神剑》的世界有一定程度的关联，但今天讲的是二代这一款游戏啊，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想要讲一代，结果就剧透了。两代的结啊，我会放在另外一部片，就看这一部片的点阅如何。真的不错的话，那就花时间去搞，那时候啊，大家想聊什么再慢慢聊。这部片希望大家可以对应主题，慎重留言才好哦。《异度神剑2》的结构啊，跟其他游戏来比算是比较特别的。人类啊是在一片云海上生活，也因为没有陆地，神明就派出他的仆人巨神兽跟着人类一起生活。人类就在巨神兽的背上开始建立一个一个国家，因为神兽的身上有一定程度的以太，以太啊也可以理解成趋近现实发电的第二能源。不过巨神兽的能源啊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哦，有一些好的国家知道力量要消耗殆尽了，就开始搬迁到别的地方。贪婪的国家就是趁有资源的时候开始制造强大的武器，抢夺其他人的土地。这也让活在世上的人们啊看尽各种血腥啊、暴力啊、贪婪，让少数有权力的人也变成异常的可怕。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每个国家都开始有他们各自追随的目标，有的特别注重军事科技，有的注重宗教信仰，有的也注重古代遗迹。我们的主角 Lex 是不隶属任何一个国家，他只是在一只会说话的小巨神兽身上当一个在云海打捞的打捞员。小时候还被这一只叫青龙的巨神兽吃饱穿暖习武练功，我就不知道这么大只知道怎么教。后来有一次接到一个超级巨款的打捞任务，我们也会因为这个契机啊遇到史上最强最大的神剑，别称天之罩杯，意外成为他的剑主。你也知道嘛，
主角就是有特权啊，拿到一个巨乳妹子真的没有什么啦，你还可以拿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妹子呢。所以从那边就可以知道啊，这个世界上会有神剑跟建筑。不过天之道杯啊，不是天之圣杯比较特别啊，它是依靠自己的意愿跟主角联系在一起，变成一心同体的核心。比较普遍啊，是建筑拿起核心晶片，晶片啊会依据体质来决定你是不是足够能力可以得到核心晶片里面的神剑，这也叫做同调。如果你没办法跟神剑同调的话，严重一点可能会死亡，不适合的话也有可能躺在家里流鼻血好几天的案例。反过来说，如果你同调成功啊，就有可能会拿到不错的神剑。所以我们在野外打怪的时候啊，都会随机掉落各种不同的核心晶片，从普通啊、稀有直到史诗都有。如果你一开始有买 DLC 的话，史诗跟稀有会比较多，也会比较好抽到好的神剑。因为二代的神剑啊，有一到五星，这就跟我们玩手机游戏很像，你要用身上的所有核心同调，继续在神剑堆里面抽出好神剑。只是抽这件事情啊，我是觉得还好啊，顶多脸黑一点，然后用心数比较低的神剑也是可以继续玩。不过这个系统就没有做很好，大家只能一个一个抽，不能跟手游一样直接实抽，所以抽这个动作就会变得比较繁琐一点。但这也跟其他游戏一样，抽到一个看起来很薄，要不然就是网络上说很实用，就会有那种很爽然后很兴奋的感觉。那么这样看下来，我们要有这么多神剑干嘛？养后宫吗？对，不是啦，当然是要拿来战斗啦。我们在战斗之前啊，必须要配好三个人在队伍里面。你游戏进程慢慢往后推的时候，伙伴也会越来越多。只不过他们的每个定位啊都是固定的，以攻击、捕食、坦克三种上场。我自己玩到最后啊，是觉得缺一不可，因为游戏少了捕食的话，就会变成两个攻击手，然后坦克一个。没人补血的话，容错率就会跟着变得很低。只有一个状况，就是当数值很好，然后用自打自补的饰品啊，就可以克服没有补的状况。但是在初级的时候，谁手上有一堆好饰品，都是很后期的时候才可以变得比较多变一点。所以等到你配好身上的饰品啊，还有装备武器那些的，我们就可以讲讲实战到底是怎么样的。不过讲之前呢，希望大家可以顺手帮我点个赞，后面有更多细节让你知道游戏各种不同的优缺点。我相信啊，大家也会因为三代要来临啊，会开始犹豫要不要买，所以这部片也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有个影片参考，才不会白花钱，对吧？异度神剑2的实际战斗啊，遇到怪物会直接进入战斗，不会转场，这一点在 JRPG 啊算是非常好的一点，不拖泥带水，非常棒，三代也会继续沿用下去。角色接近怪物的时候啊，会开始自动攻击，攻击会补充战技的能量，就是外围这一圈啊会慢慢累积，等到你满的时候丢出去会把必杀的量条累积起来。在最右边的这一个啊，会有一到三阶段，四阶段也是有啊，就是比较少用到一点。这时候就要运用每一把神剑的属性搭配，打出各种不同的效果，统称异刃连击。不同效果啊，当你打出第一颗，就可以在右上角看到有像是什么封锁神剑啊，或者是封锁吹飞之类的。但我觉得啦，这也是坏处之一，因为你一定要先打出一个属性，你才知道啊，你后面要接什么，像是火火火啊，或者是火水火之类的，就变成这部分啊，要去网上查才会知道有哪一些组合。除了会有效果以外，异刃连击啊，还会在敌人身上增加属性球，就看你最后一颗是什么样的属性。球的用处啊，就是当你的左上角的队伍能量条满的时候，按下手把上的加就可以连锁攻击。你的所有伙伴啊，都会在每一轮选一支神剑，各在一二三阶啊丢一招必杀技，去克制相对应的球。就好比身上有暗属性好了，你三个伙伴里面啊，只要有人丢光属性的招，就可以把它给打破。一轮打破一颗啊，就可以轮到下一轮，所以就看你有累积几个属性球就会有多少回。如果没有破的话，或者是你根本没有属性球，那么这一套的连锁攻击啊，伤害就不会这么好看。而且有些战绩啊，还会有额外的连击效果，像是你可以先丢破防在怪物身上，之后切换另外一只神剑把它给击倒，接着用其他神剑啊打到浮空，最终用重击把它给打下来。不过一个人啊只会有三把神剑，为了不要让自己太忙，就要靠队友啊帮你打连击的其中一两项，这样接起来会比较顺一点。这一整套的连击啊，如果跟前头的异刃连击一起打出来的话，也叫做融合连击。我看不知道多少人啊，看到这边就转台了。异度神剑啊，它就是这么复杂，也因为战斗整个系统啊，变成游戏两极化的看法。喜欢的啊，玩到后面就会觉得越来越好玩；不喜欢的，玩一次就退坑的也有。
我自己是属于前者啦，异度神剑2的战斗啊，只要花大量时间去研究，那么战斗啊绝对会让你非常的喜欢而且带感。不过讲真的啦，我从一开始玩到现在真的是超级专心在战斗上面，像是等等要打什么属性球啊，时间都要到了，怎么队友还没有把必杀技累积到满，几乎是全神贯注在战斗上面啊，刻不容缓，完全不能做其他事情欸。我在直播啊根本就没办法花时间去看谁的留言，除非你已经玩到这款游戏深到不能再深，那就另当别论啦。不过战斗的复杂不算是大多数人退坑的点，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啊是教学。这游戏的教学说明很多，有时候看完会觉得内容太多，你看得有点累，还得要一次记住才可以哦。因为游戏的教学啊是没办法重新翻历史再看一次，加上游戏里面的情报商人给的教学算是要花钱的简化版，你没办法在情报商人得到多大的帮助啦。所以在这个没有教学可以看的情况下，战斗又复杂不太会打，这时候就会让一些朋友啊觉得不是这么友善，会去网络上查的那就会去，不会查的卖掉也是大有人在啦。所以我讲个实在话，这对一个复杂体验的游戏来说算是一个蛮大的问题，不过这也是其中一个哦。还有一个问题是，当你剧情往后推，你会有各种不同的组织线要走嘛，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世界各地然后享受地图的美好，特别你知道自己在一只巨神兽身上生活啊，它会有春夏秋冬，还会下雪，过了几张图变成草原，会让你感觉非常的奇妙。在草原奔跑的时候啊，也会看到野外的怪物啊四处吃吃草然后晃来晃去，还会分成上中下好几层，低得到云海之下，高得到参天大树，甚至你看到天上在飞的怪物啊，那也不是什么摆设或者过场的其中一块景色，它是活生生的怪物哦，你靠太近还有可能会被打。更值得提到的是，转场转多次之后啊，还会遇到起雾的地图，整片怪物也会突然变成爆干墙，让我感受到满满的惊喜。路上的怪物啊，除了普通的以外，更是有一些冠名的怪物啊，特别特别的强。这些都是我觉得异度2的地图啊过目不忘，然后觉得超厉害的地方。不过大解丰富啊是让我很爽没有错，但是当我遇到任务要上天下海的时候啊，我整个就茫然了。因为地图的指引啊，虽然我可以在大地图看到目的地在哪边，但是有时候很接近的时候它却是在别层。不过因为罗盘上面啊会有上下箭头，你会很容易知道目标是在上层还是下层，但这相对啊也造成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要先绕路跟任务的指标同一层才可以跟着方向走。重点是在一张地图的上层很多，可能你到左边这个大树啊是同一层了，但跟着指标走却是悬崖，换到另外一个大树结果到不了你的目的地，结果你才知道你走错了。多次之后你就觉得很烦，然后想要放弃，真的觉得这个地图罗盘超级没用，不跟着人家发的攻略走根本就是会迷路到爆。也还好啦，三代目前看预告片啊是会改善，这样是最好，要不然地图问题啊真的是太伤了，很容易让大家退坑欸。然后如果你是只想打主线啊不想要弄的玩家，还必须要注意到场景技能的问题哦。因为你在地图的时候偶尔会运用到场景技能排除一些状况，神剑们啊都有各自的本领要搭配，像地图啊有时候会需要开锁或者是古代文明知识，你就必须要在队伍里面塞上他需求的量，所以当你不够剧情又是高潮的时候，你就会发生断节奏的问题。这感觉就跟网路一样，看到一半结果跟我说网路爆了，没办法继续看下去。但是异度2啊遇到这个状况就是抽相对应的神剑，或者是看哪一只神剑啊有刚刚讲的那些场景技能可以提高啊，再去练也是没有问题。这没有好坏之分啊，全看你是怎么样想的。所以也可以说啊，如果异度2是没有一点练度的话，还是有可能会被卡的不要不要。最后啊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一次音乐啊是光田康典主导的哦。只要你是有玩过比较老的日式 JRPG 啊，一定会知道他参与的大多数都是有很多神曲，像是超时空之钥啊，或者是复活节神2等。这次异度神剑2啊也是让我爱上每一段的配乐，特别片尾曲 Oneless You 啊是我打游戏破关之后啊马上去找来听。其实有时候啊我觉得大家有想要买某些游戏啊，去网络上听它的曲目听一听是一个蛮不错的开始，因为音乐配的好不好，能不能够在适合的场景打动一个人啊，这在游戏的体验啊会加分太多，所以我觉得可以先朝这部分着手啊，真的不错的话那就没有问题。 OK 影片就到这边，
在玩这一款游戏的时候啊，有蛮多人问我说这游戏到底算 ARPG 还是 JRPG？ 它其实就是很老派的日式 JRPG， 听起来新颖啊，表现中二。只要你是在动画里面看到蓝起来的画面啊，异度的制作组都有表现出来。你要是有听说过它是买游戏送动画，呵呵，这是真的没有错。你不但能够体会到高桥带给你的世界，还能够亲自操控他们，这对一个喜欢故事人来说啊，真的是一件蛮棒的事情。至少对我来说啊，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大家看完影片，有想要买或者是玩过的你，喜欢游戏的哪一个部分？是女主角光呢，还是燕，还是别把神剑，都可以留言告诉我。感谢你把影片看完了，我是 Sky， 我们下次见，各位，拜拜。